那你直播道歉的时候也不是这样的呀。学渣还搞艺术，你们这老师还真敢教啊！我大惊小怕。别打架！我们给他们两个 demonstrate 一下 Romeo and Juliet。我？你也 Romeo， 你先说词来。可以啊，妈，现在这么努力。你为了融入温哥华生活，还给自己制定了学习兴趣计划表，棒棒的。我这是给你报的，让你丰富一下业余生活。你看，芭蕾，为你今后参加学校的舞会打一个好基础。美术，男孩子是应该有点艺术修养，结婚女孩子才会喜欢嘛。周二是电影特效班，你不是最喜欢看电影吗？想不想了解变形金刚背后的故事？小提琴。你不是喜欢弹吉他吗？小提琴，吉他，小提琴，吉他。不是妈，这谁让你给我定的班啊？不是我一点自由都没有了，这样。怎么一点自由都没有啊？你看，10点到11点，洗漱，谁洗漱要一个小时啊？妈妈就是特意给你空出来让你玩游戏的，但是玩游戏嘛，不能写在这个上面，是不是啊？妈，你这是典型的家庭软暴力啊！儿子，这些兴趣班很不容易报上的。你们学校杨洋，还有隔壁戴安娜，谁不是报好几个兴趣班呢？你这几天是怎么了？在家刷爷用功了？我快功力散尽了。多好啊，又是跳舞，又是去拍电影，你妈妈对你多好啊！你来，你要想要你拿走，谁要能把我妈从我身边拿走，谁就是我的救世主。